们在看《弄臣》的时候，好，也是怒吉演的，两个不同的弄臣里面的李果雷托，通通都是怒吉演的呢。他现在变身变成了一位慈爱的父亲呢、啊。他为了他的女儿祈求维奥利塔能够离开他的儿子呢。那维奥利塔以为说，那这样的话，我是不是暂时离开他就 OK 了呢？等到你的女儿嫁入了这个正当的好人家之后，我是不是还可以再回来跟杰尔蒙两个人住在一起呢？跟那个阿弗雷多住在一起呢？可是阿弗雷多的父亲就说 ：“No， 我希望你永远的离开我的儿子。”那维奥利塔就觉得说，他拥有这些，他就已经心满意足了。他应该要给阿弗雷多一个更快乐的一个更美好、更快乐的人生啊。所以他就毅然决然的哈、就写了一封信，然后就交给了一个外面的小朋友，就说：“待会我离开之后，请你把这个信交给这个阿弗雷多。”然后就叫他的这个女仆打包。他去哪里呢？在这之前啊，他的好朋友佛罗拉给了他一封邀请函呢、说今天晚上在他的家里面有一个晚宴，那他昔日的这个金主啊，也要来参加这个晚宴，请他一定要来呢。于是他就跟这个阿弗雷多道别了。来，我们看到这一段来一下啊。上天请赐给我力量之外，我们可不可以在管弦乐团里面听到那个维奥利塔的心在淌血的感觉呢？来，我们跳回去一点点看一下，好不好？Domani, Alfredo, domani, Alfredo!
丽塔就离开了嘛，哈。好，那他离开了之后，在外面啊，他就遇到了一个小朋友呢，然后他就让这个小朋友把刚刚他所写的信哈、啊、送回来给这个阿弗雷多呢，哈。那么当小朋友的信送回来之后，他的父亲也来找他了嘛，他的父亲就跟他说：“跟我一起回家吧。”可是呢，这个阿弗雷多完全听不进去呢，他心里想的只是：“不要丽塔背叛了我嘛，那他现在会去哪个地方？”正当这个时候，他就看到那个放在桌子上面的佛罗拉的那个邀请函呢。他想说啊，他除了这个好朋友之外，他应该是不会去别的地方的。他一定是去找他这个好朋友。那既然如此，我也要去，我要去把他叫回来了。好，于是他就跑到这个佛罗拉的家里面哈。那么在佛罗拉的家里面正在举行一个很大的宴会啊，他们就请了一群这个吉普赛的女郎在跳舞啊。他们跳舞的这首曲子的曲名叫做《有一位比斯卡的斗牛士》呢哈，这个非常的有趣哈、啊。朋友，我有朋友他没有给我一个版本，是用粘土在表现的。我们先来听一下在歌剧里面他怎么表现的，然后我们再来看那个粘土可爱版哈。Pensate, l'accusa è quasi fatta. La volpe lascia il pelo, non abbandona il vizio, perché se il mio giudizio.